他所向给我们是山，然后末向是父啊，不然了，我被吓到好屁哦。温暖中是负167，然后公差是负5，然后他问我们说这个等差数列总共有几项，然后要算出这个是第几项，就是负167等于首项加 n 减一乘以公差就是负5，然后算出来就等于35，所以总共有35项。跳高贼。还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谢谢大家。